拥抱你就跳了起来。哇，整得我们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你。什么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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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为什么进来一段脏呢？而且娜娜差不多了，镜头在这边，整个大背。本来安排我们怎么样？小金被震撼了吧？小金吓得说不出话来。小金有没有被我的舞台震撼？震撼。我真被震撼了，震撼是我中弹了。我们可以过来坐了吗？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要不先走吧，有点害怕，状态不对，我怕被中弹。快点快点。有些词语我真的都听不进去。震撼，很震撼的一场演出。我被中弹了。快快快，坐坐坐。风尘仆仆的为我和杰哥操碎了心。不是被杰哥拍了 JMM 对集美门集美门哎我这来主持人我还有主持人呢对就坐着呀哎欢迎欢迎是几个舞蹈的大家还没跳完现在是在直播了吗在直播了吗一直在直播呢哪个舞蹈舞台大家好欢迎娜娜回来怎么样小金被震撼了吧我好准备但没想到迎接是这样一幕而且冲他面前来跳因为刚才是我去接的娜娜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大哥提起我说这样的我说娜娜不知道是因为好久没做节目状态不是拉满有点超过刚才我去接他接他我也走错了一段路啊然后所以我要做互动跟那个是有个预期但是也觉得挺猛还是对已经知道会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场景他对得起这四个字震撼震撼回归到现在一句话没说不敢说了不知道说什么小芳不来小芳只是在分会场何老师、啊、对坐舒服点何老师、啊、灭他是不是你想把我变走吧一个祥谁用祥物治大祥子能量太小了一点真的、哎、等一下还录节目把能量均匀的事啊就是缓缓有什么问题啊杨幂都被吓了真的现在没必要一个接不住了已经这个问题能不能直接跳过？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紧张，他现在对这个度有点把握不控，我控制不了了。这是你上期的表现，真的好害怕的，瑟瑟发抖。紧张在我的字典里面是没有的，我只有让别人紧张。他长得短，紧张的，硬的哈。主要是指向灭霸。嘉哥，你把这个摘了，借他用。疯狂在人家面前展示小拇指。是想要，是想念，不是想要回来。别的别的，现在关键是喜怒无常，喜怒无常。就是那种回到大本营，好像回家那样的感觉。你不是在家，你不是在家里吗？你又不是不买票，你明明就在家里。你是另外一个家那个吃的好吃的东西什么的什么的是什么还有大家
爱的目光。对，你们看出来吗？他俩都读我们的眼神中都是恐惧，关爱的目光。嗯，你咋了？啊，怎么了？什么什么？没事没事没事。你陷入一个。何大姐每周都有看节目吗？也不是每周，因为有的时候我那个需要休息。有的时候需要休息。达不到那种让你休息的标准。休息不是啊，太兴奋了。我也生生宝宝以后，那个眼睛啊是需要休息的。撞型了，身材、时尚各方面都成型了。这位海哥，人家来给你助阵。该动瘦了点，瘦了点，还这还这胖了，他以前胖了点，哎，胖就是眼睛休息，熟吗？也没怎么休息，胖了，有点熟，胖了点，胖了点，这样显得脸都短了。这么说吧，往这堆了。上次见脸脸跟我们这次见脸脸，就上次见脸差不多同一时间，所以他就不用回顾有什么变化。对，包括弟弟你也见的，你们上记不记得见过？是他们还是团来更小朋友的时候吧？他一个人来，我自己来小。那时候娜姐还没走吗？还没去，是吗？我当时怀孕了吗？对。这个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作为一个，我们都是很后面知道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是很后面知道的。孩子们，他那个眼球颤动了。说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震撼了。小丁，这个问题好不好回答？你当时只是安心录节目而已。对，没有问那么多，没有在意那么多细节。没有在意那么多，你仔细看我吗？上次来看了，就是在。是我好看吗？好看。好看惨了，天哪！天哪！其实上得低到怎么样才会说不好看？真的，好看，绝对好看。人家说实话，什么情商低的？对呀、啊。说实话，好看是吗？实在，实在，实在。小丁越来越帅了，而且感觉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了，感觉。他是长一直在长个。是吗？你现在有1.9米了吗？快，我2.8米了，应该。那你昨天跟杰哥比起还矮一点哦，都应该有3米。然后何老师是真的是，何老师不用讲，现找的，不用聊我。何老师状态就一直都很好，我只老是我每次跟何老师说，就是我有时候看着你老了吧，然后突然又年轻了。就是有时候节目很累的时候，到晚上吃饭的时候都你知道吗？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就是容光焕发，焕发，容光焕发，不知道睡在哪儿了，能够一晚就能够一个哇，红的你简直是哎呀妈呀，我咋的了？哪里都有你啊，而且都是最好的节目，真的各种节目，哇，适不适合的都在那坐着。你那大
要请那种到处都有还不计前嫌请你，我觉得确实确实感谢大本营，感谢大本营。我在说话，你怎么说话？你不是啊？你说你说。你一起说，哪里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觉得很棒，而且很时尚嘞。开始时尚了。他在一个某一家那个潮牌店，潮牌店买成了 VIP。说的太深幕后买成的 VIP 太具体了、啊、对确实是这样幕后幕后的故事嘉哥你嘉哥我就觉得哦嘉哥统领了那个室内观察那节目在我休息的这段时间统领了室内观察那节目、哎、对哪个节目要没有嘉哥就观察不了观察不了某些地方看不到看到了你也悟不出来不何老师我就现在有一种感觉他不像说娜姐回归他好像过来我们请了一个大师挨个看一下平这个把脉来挨个摸骨一个好金桥老说人家是水兵好可爱丽颖啊真要谢谢丽颖、这个、真要谢谢丽颖、啊、首先是跟杰哥一起拍了那个拍了那个音乐吃得更好的那个对 JMM、JMM、那个一个是拍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又风尘仆仆的跑过来加入我就回归首秀回归首秀对忙最近就在忙这两件事儿最近就在忙这两件事儿啥都推了什么都推了就忙这两件事儿就看出来风尘仆仆 对有多冷毛衣都穿出来好热反季节跟咱们你不知道都是现在是时尚都是要下看下一位哇那真是陌生手上期你节目还头发还长呢这期怎么变短了假发哦算出是假发娜扎也好久不见了对啊对是吧我跟丽颖娜扎是那个时候录那个偶像来了偶像来了一直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是属于真的是很熟的了因为当时我们都很小都十来岁一起少不更事少不更事对对是吧欣欣就更不用说了爱你娜姐爱你欣欣呢就是越来越美丽因为她啊是她有很大的心脏我有很大的心脏咋的呢我走了以后旁边来了个雨琦好不容易把雨琦挨走又来了个娜扎上期杰哥那期节目我一直以为他蹲在娜扎旁边的是啊结果他是站直了的是啊我只到你腰了我昨天我那期还垫了内增高那鞋里面然后就显得贼高是吗一直在我到腰了因为你们俩去求那个娜扎在这里你在这里我们也考考娜姐吧好娜扎的全名又忘了几个字先说几个字就行上期节目八个字啊你在干什么你我说你答呀你答呀我跟你说呀就不是脸脸说几个字上期节目我还他没在我不在我不能知道我不在十个字我只知道他市面上的名字十个字还在本尊自己提十个字十个字啊那怎么答得出来十个字如果想知道是哪十个字请大家回看上一期的快乐大本营好不好娜扎尔巴赫提尔对来说一遍对娜扎尔巴赫提尔对过五分钟我会再问你一遍你这次一直在背就我在背娜扎尔巴赫提尔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次回归我们可以看到娜姐的舞蹈秀吗你刚刚开门没看到都不用 Q 当然了舞蹈秀准备了秀已经快结束了才盖突然就拿那个毛巾就是因为网友提醒了才开始盖 OK 吧没问题了快说完了没事我们不用盖找人家裙子那个我也盖是这样的娜娜回来就一切好说了不要着急啊我们那个现在快乐家族整整齐齐啥都有对我回来当然有秀了舞蹈不在话下对吧我要给新人一些颜色看一看干嘛干嘛对着他来我以为是要给他一个舞台你要颜色看一看
我看他眼睛又颤动了一下，是不是？小丁眼睛又颤动了一下。嗯、大家放心。好的，回答完网友的问题呢，我们再来一个小互动啊。好的。道具老师上一下那个道具。哇塞，真的。哇，这么他好开专业的吗？这么认真，环节还直播，紧张，这么认真，这个控制。这是什么互动？这喝吗？喝什么？这是个苦瓜汁啊。苦瓜汁上面放了一些任务牌。然后呢，你们可以依次去吹上面的这个牌。吹对，要把这个牌给吹下来。谁把这个最后一张牌吹下来，要完成卡牌上的任务，并且把这杯苦瓜汁给喝了。好，那这能玩到娜姐吗？那很有可能，第一个吹就吹，就都、啊、都吹下去了，有可能就看力量了哈。对，但每个人必须至少得吹下去一张，对吧？它这个游戏有趣的点就是，你吹轻了可能吹不下来。但你吹中了，有可能会把最后一张吹下来。必须要吹下去，如果有没吹下去，没吹下来也要。我们是谁来玩呢？从那里开始。哦，那是很优待了，因为前面的人对越往后越难。那我能举手一下吗？如果真的抽到吹到了，可以不喝这一杯吗？因为吹来吹去，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有新的苦瓜汁可以喝，对不对？好，如果你吹到了最后，我们会有新的苦瓜汁可以喝。保鲜膜盖。然后因为这上面的任务呢，吹完以后比刚刚还满了啊，所以呢可以由娜姐开始指定。是吧？我以为有个哦，不是你来第一个吹，是你指定谁先吹，或者从哪开始。要节约时间的话，第一个吹完就来个大风吹，肺活量，肺活量顶到顶的那种，来个大风吹，涛涛吧，是不是？你是肺活量最大的。你是想多玩一会儿还是？直接结束是吧？先往下领先，可以，玩吧，我抽多少？来，吹那个纸，对，把它吹下去，吹面上这张。你不要争取全部吹，不要把。不要全部吹下去啊！全部吹你就一个、啊、对，因为你吹到最后那一张，你就得受惩罚了。就你能吹几张吹几张，但是全部吹下去你就得惩罚。哦，好厉害！你只吹了一张，他不但吹了，而且只吹了一张，只吹了一张哎，这个就惩罚，这个不用管他。OK 了，下一个，这怎么做到的呀？下一个娜扎是不是？娜扎，你这危险！你把那你把那张吹下去是？你吹下去。哇，你这个力量绝对不行，他这个你必须得至少吹下去一张，他必须得吹下去一张是吗？至少得一张。哎，开始。哦，哇，不会吧，只剩一张了。这个游戏结束了。要谁吹了这个，然后就是惩罚是吗？就要完成那个卡片。我觉得还是保持你第一个人选。哎，两个是有事来了，这个、来了，对吧？两个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机会了。要完成这下面的是吗？对。那这个最后一个谁吹是吗？对。我吹不了手指。你是这样吹吗？就让你弹的。小手指。这个基本上谁去谁就新人下马威，小丁呀，小丁吹，这根本就直接给你颜色看看了，来吧，你把它吹起来，它又落回杯子上就厉害了，可能。哎，小丁加油哦！加油！哎，加油哦！加油加油！这个来看一下啥任务？声情并茂的朗读娜姐的一条微博。哎呀！先得要喝是全苦瓜汁，全部都得吗？可以给我们拿一个干净的苦瓜汁吗？谢谢。道具老师上。哎，这个就放在这吧，这个就作为我们所有的底座都用这个，好不好？今天才到。谢谢。是不是要拿两杯？要娜姐陪一杯是吗？哎，不是，可以，娜姐微博也翻好。这事还带敬娜姐一杯，敬娜姐一杯，给你个机会。对对对对对，他把多的给你了。苦瓜汁你别喝吧。苦瓜汁可以，一点点，沾一下，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天哪，没有，没有什么，够了，好不干了，酒桌文化刚才，你别，不行，这样不行，选哪个都行，选一篇大姐的微博，深情并茂的。要深情并茂啊！他今天发了一个，但太短了，好像今天刚发了一个。就斩钉截铁，是个什么抱抱组合？完了，这么好的机会找了这一条这么短的。我看一下啊，翻一翻，选一条有文学素养的。有一点。哦，我找到了一条。挤一下，你更热。
丽颖今天毛衣中午午觉醒来，这条，来来来，来来来，小丁来了，小丁来了。中午午觉醒来，他很正式、很神秘的打开门，送玫瑰给我。我说：“哎呀，我头发乱乱的，说话。”他说：“他帮我扎个小丸子头，看照片扎的还不错，七夕快乐。”真能挑，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我七夕的时候写的。其实可以让那个弟弟念你的最新的一条微博，跟他念了念了，因为太快就念了。念，刚刚你走的这一段，再大声的念一下。啊，不用不用不用，念过了没关系。何老师没最新一条，最新那条大声的念出来。你要我要规定啊，你念完的时候眼泪要一点。那条微博有什么？有什么？一滴眼泪这里掉下来，眼泪掉下来。咱丁姐小姐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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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一首？而且有点像安吉买卖，对，有点看着有点像凤凰传奇的魔术。咱丁姐猜是个啥子宝宝组合？是个啥子宝宝组合？可以可以，眼睛已经有了，眼泪已经有了。有了有了，可以可以。那个说评论的第一个也可以分享一下啊？真的吗？评论第一个是评论第一个哦哦，我自己的。你啊，你自己的哈，真的。谁的？他哦，是你，你回复我的。娜姐是宝宝宝组合啦。哦，你给我回复了。哎，我等会儿你回一个。哎，流量互换。节目当中聊完天，还要在微博上聊。流量互换一下。好的，对对对，流量互换一下。好，还有吗？还有最后。哦，好，再来一轮哈。换一个，好，没几张。娜姐开始点，我点啊。对，星星先。好。吹一下就好了。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你抽一个，抽一个，抽一个。星姐赶时长，星姐赶时长第一名。今天不要生气。我是多想接受我这次欢迎的直播，全部都是这么说，也就是牛气，喘着牛气就来。啊，和娜姐表情包即兴五连拍，哎，带上你，带上你，这个也可以吗？可以。怎么这样吧，你们想要安排哪个你们直接挑吧，也别假装在那儿坐。我觉得这个五连拍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星星肯定要参加，因为他已经抽到这了。喝一个苦，然后你可以邀请一个人跟娜姐一起。小丁，四个女生一起吗？四个女生一起。哎，对，我也觉得五连拍。好，好，那谁？我来帮你们喊吧，好吗？就五连，就是五种不一样的。对对对，表情包啊，来准备。表情包。四姐妹，表情包，预备，笑完笑完，准备。其实我突然觉得很好笑，因为昨天。我看节目，他站着比那个娜扎矮很多，现在坐着比娜扎高。怎么办？因为他椅子比娜扎高。不会是91厘米吧？好，来来，准备啊，准备。满身是9。来，准备表情包，第一个一。哎呀，都是这个。二。三。耶。开始了。四。嚯。五。嚯。拉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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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好棒的手势，让我们回顾到80年代。亲爱的朋友们，下一环节我看到了赵文卓老师，有那种80年代的气息，都是练家的。哇，哎，哇，哇，哎呀，哇，这个服装刘敏涛老师那套说是的是的，该这么去形容，有好多经典的造型，造型好多，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哦，前面还有好多，哇，我们欢迎娜娜回来喽，好不好？你坐着那个是啥？坐着那个你这个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是个啥，而且腿的有这个吗？腿的形状很怪，有听过吗？不知道了，腿忘记了，就是海报的那张，哦，生日海报，哦，生日海报，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那我们那个娜娜，这不是生日，但是还是可以许个愿，对吧？因为又是一个新的旅程开始了，所以呢，我们欢迎娜娜回来，然后呢，我们也
希望娜娜这个在接下来的我们不管是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一切顺利幸福，好不好？谢谢，然后谢谢你们这个第一期就跟你们在一起，然后也希望你们也是顺利幸福。后面我们也都在，不是只有这一期。还有哦，对，不是送给你的。哎呦，我们，好吧，来吧，好，来许愿。愿都许出来了，人家应着人应观众，表演式的许愿。刚回来是这样的，我相信应该不会永远这样。表演式的许愿，侧面好看一点，侧面好看一点的。我帮你推过来，我给你推过来。好，来准备。好，三，我甚至能读出成语。一，来。还没有，吓我一跳。很长，这个愿望很长。是说娜扎全名是吧？倒数，从100开始倒数。没事，让他自己慢慢来。想愿望。更多的快乐给到我。念出来了，已经念出来了。关键字念出来了。涵盖很多方面。好，来，三、二、一。祝大家欢迎你们！来，来，来，好，装不装下？谢谢。来，各位老师看这边，来准备，一、二、三，这些老师还往后推一点，好，来，谢谢，一、二、三 ，OK。Okay, 好，谢谢，谢谢，那我们马上开始录制喽，也谢谢大家守候我们的直播，那就节目里面再见喽，拜拜，拜拜。